最近呢，我们进澳门呢，针对很多宝宝问的几个问题呢，我在这里回复一下。可以过澳门了吗？现在澳门我不推荐大家来，来的话是可以进来的，但是出去非常麻烦，隔离的话酒店是要靠抢的。澳门目前的状况，以前呢这边是很多车的，然后现在寥寥无几，没有必要尽量不要出门的情况，而且我们每一天呢都要自己在家里做核酸。出来了一条杠，一条杠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，如果有两条杠呢，那为什么不住家里？因为我们家一年多没住了，然后卫生特别的脏，现在也不适合找打扫阿姨来打扫，所以我们就暂住酒店。澳门现在的酒店，很多宝宝觉得好像澳门现在酒店是不是特别便宜，其实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套房呢，一点都不便宜，一天的话也要2000多块。其实看到澳门这种状况，作为澳门的博主，我们心里确实很不舒服，我们希望呢澳门能尽快好起来，能正常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给大家多分享一些澳门的吃喝玩乐。澳门加油。